酒幾錢啊？冇啦，去 VIP 帶埋去入閘啊！香港艺人陈凯琳被民众直击，带着爸妈和弟弟现身大阪机场。不过现场报到柜台大排长龙，只有他不用排队，直接插队登机，遭民众质疑是耍特权。系再次攞奖嘅十七号 ，Grace。2013年夺下香港小姐后冠，陈凯琳知名度大开，之后还和《步步惊心》里的八爷郑嘉颖热恋 ING， 但两人相差22岁，一度被形容是父女恋。而针对民众质疑他出国耍特权，陈凯琳14号出席活动，急忙喊冤。因为我今次去咧，我就买咗呢个嘅 U Business， 咁其实佢有一个 priority lane 嘅，咁我都系排翻嗰个队咯。澄清自己是花钱买了优先办理登机，没有耍特权的问题，莫名被误会，感觉很冤枉。但有网友好奇，这次没有男友爱相随，难道是感情出了状况？我跟家人去旅行不是代表我跟家人有什么问题的，那就是因为他在香港有工作还有活动，所以就去不了。陈凯琳澄清，虽然男友因工作无法同行，但两人计划圣诞节时在一起出国，感情状况甜蜜蜜，要粉丝不用担心。郭中心综合报道。